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第一位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罗明彩委员，罗明彩委员不在，本案暂不处理。接着请曾明忠委员。主席，本案委员曾明忠等十六人建议各国因应跨境数位经济所带来的注税冲击，欧盟等国家已经严定各项法制，依循办理，为我国仍在初步管理阶段，有待因应处理。例如，106年9月登记税籍的跨国电商仅有18家，106年7到8月的营业税只有4.6亿，显示我国尚未完全落实跨国电商办理税籍登记及合客事宜，恐造成我国税基大幅流失。因此，本席建请行政院督导财政部在1年内提出因应措施，有效落实电商办理登记税籍及加强合客，以确保国家税收，并维护租税公平。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六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七人，针对今年入冬以来空气品质持续恶化，全台76个空品监测站资料显示，上周超过35个达到严重的红色警戒，台湾进入毒气室的等级的状态。专家忧心，空污问题已是全民公敌。过去只有中南部状况严重，但现在全台都是一样的，有如十面埋伏。为此，学者批评，连续2周全台空气品质恶劣，不仅预警失灵，也看不到各级政府的具体作为。因此面对严重空污，只是人民有感，政府无感。为维护国人健康，本席要求行政院全面检讨空污预警及污染源减量排减排等议题，彻底解决。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七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柯志恩委员。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鉴于我国矫正机关监所管理人员长期面临流动率高、人力缺口大，建请行政院应检讨改善现行监所管理员工时给予制度。其问题包括，现行监所管理员夜勤排班制度造成管理员可能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违反公务人员每周工作时数40小时的规定。而且夜勤排班制度被认定比一般公务员休更多，每年需额外补班，超时工作问题非常严重。此外，监所管理员夜间备勤9小时不计入上班时数，仅给予执勤费560元，已低于基本工资。而同样从事戒护工作的移民署收容事务大队，每人每月的危险职务加急为8435元，但监所管理员每人每月只给3000元，现行危险加急职务给予制度似乎有不公平。我国矫正机关长期超额，又收容所自102年起纳入健保，戒护保护人力暴增，所以敬请行政院严厉改善相关老。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